班馬騮啊，都係完全因為你先肯留低啫。我真係唔想佢哋有事啊，不過班兄弟咧真係好撐我。而家仲好啦，講清楚邊個留低，邊個唔留低。喂，兄弟，不如你都撐撐我咧，今晚陪佢翻長老啊。唔翻啦，你自己翻去啦。喂，唔係喎，長老係你啫嘛，翻去睇下啦。有咩好睇啫？咪屋一間。我依幾晚啊冇夠好瞓啊。 我话有嘢啊！唔系话，我唔系猛广告啊！成晚听到厕所嘅水喉声，开下闩下，跟住个厅咧，就好似有人行嚟行去咁。唉，成晚阴风阵阵，咪啦！今晚你陪我翻去瞓，你系屋主，有你压场，应该 OK。 咁诡异？喂，咁你仲好意思叫我陪你翻去嘅？你咪生人唔生胆啦！唔系啊，我觉得你白夜翻咗来啊！ 做咩唔翻嚟开会？电话又唔听啊 ？Sorry 啊，我唔记得咗。你面色好差喎，冇咩事啊嘛？冇事。公司都冇咩特别嘢，你翻屋企唞下先。唔使，我唔使翻屋企唞。星哥叫你翻去唞咧，你就翻去唞。系咯，翻去先啦。 数把声，我睇你点死。星哥，系龙哥以前先至咁样叫你嘅啫。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！ TVB 精彩節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隨時隨地追貼節目同藝人消息。